对这色染着的叫众生，那因为对色染着缠绵，伊都加伊都产生心法里面，啊，有心法了，伊都会陆陆续续产生种种新的变异，啊，新老变异都生死，啊，都种种的生死叫做众生。你这样不只安尼俩受想行识染着缠绵，嘛是叫众生哦。伊往那有陆陆续续产生种种新的变异，所以这个众生一拢是咧讲因的变异，五因来的迄个因吼，加入心法来了迄个新的变异哦，叫做啊众生哦，因为新的变异有生死。众生啊，比如讲，咱以五欲来讲啊，五欲嘛，人讲是色、声、香、味、甲触，人讲这五欲叫做五顶。再来，也有人讲就是财、色、名、色哈，甲水，哦，这两种讲法拢有哈，五欲，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啊，哈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啊，哈，这五欲有这两种讲法，那。这两种到底是同还是不同？财性名色税哈，到底跟色声香味触这艺术同还是不同？那同那的哦，要迄名来拢无同哦，但是呢，嘛拢叫做五欲啊。即若要分较幼的，就是吼，这是五尘，而且就是自心现的迄个相，所以差不多就是咧讲这个心所变的这个相分。哦，所以五尘吼是自心的相分。什么是相分？就是。比如讲，咱心啊，安那经济安那有诶，从境安那现，迄就是相。心内底家己变现出来，别人无，干那你有尔。哦，对，你诶心啊，你诶心啊，安那生，有啥物经济诶时阵吼啊，外口诶相安那现。啊，因为每一个人心诶迄个业障无同，所以现诶迄个相就无同。每一个内心现的相无同，所以每一个人对外境的感觉拢无同，迄就是相分无同的所在。啊，人讲迄叫做自心的相分哦，唔是别人的，是家己的，家己心现出来。哦，但是呢，这边唔是吼，这边是他境的。财是他境的吼，
生做水歹嘛是，嘛是对方生做水歹，唔是家己的吼。所以，宅姓名是，啊，甲岁是他境所缘哈。一个是自心，一个是他境的吼。所以拄啊有讲到缠绵甲睡眠对吧吼？那是缠绵的，就是对这部分的，对这边讲的；啊，那睡眠的对这一部分讲的，对这边讲。安尼咁了解？睡眠甲随家己内心的种子。经济型的，叫水面，这一关冥想，大家爱了了解一下，啊，无你看经文的时候，你唔知影伊个到底是咧讲内啊，是咧讲外，啊，那水面是咧讲内，啊，缠绵是咧讲对外，啊，对别人诱惑的境，啊，对外境的诱惑，叫缠绵。睡眠是咧讲内，本身内底就无好个政治现个相。好，那因为五欲有这两种，所以对于色染着，当然就是这两款拢有。对色染着，就是这两款拢有。那对色染着，既然啊这两款拢有，安尼就是内心甲外境拢有吼。所以色因的真正意思就是内心甲外境拢有，唔是干那一边。啊，对外口的色质，啊起内底心的变化，这拢叫做色因。真是因此，咱讲伫个要修的过程吼，有透过离境了，啊，较让心改变。一谈到要离境的时阵，咱一定要有分别。所以要有分别的时阵，伫这边叫做止观，对外境的一个分别，哦。善分别了，内心不起分别，这就是止观的功夫啊。哦，或者是讲外境了，我都解决了，啊，内心的经济就慢慢啊消灭去，慢慢啊消灭了，咱达到解脱的心境，叫做定慧。所以止观是对应付外境的吼，定慧是对内心能够拂断的吼，哦，这定的是要拂嘛吼，不会当断吼。哦，所以现在有一观冥想，你讲的时候是止观，有一观讲的是定慧，哦，这无同。我们看，能继续看哈，稍等来一下。所以佛告罗陀，我说以色境，当上坏消灭啊，与受想行识境界的当上坏消灭啊，那这部分当然是在讲对外境。再来，断除爱欲，爱尽则苦尽，苦尽则我说，作苦边。那这边的爱欲断，是咧讲内在啊，内在对五欲也断尽啊，种子啊，种子断尽啊，所以福断这些咧讲内底啊。断除爱欲，就对外靠善灭，
内底是断处，哦，外口三灭内底内底断处，啊，人讲这叫做紧箍逼啊，灭箍啦，啊，灭箍意思。再来，譬如聚落中诸小小男小女嬉戏，而聚土做成锅宅舍，心爱乐着，爱未尽，欲未尽，念未尽，还有渴未尽，心常爱乐守护，言我成过，我色宅。若以彼土的爱尽、欲尽、念尽、渴尽，则以手拨足处，手拨足处就是给它毁掉啊！因为外靠这个城啦、厝啦，拢是用这个海边的土来去捏成的，对吧？吼、哦，所以你要哪断这个爱欲，你就是给它毁掉，用手给它毁掉，用脚给它踢掉吼，安、哦、尼你就袂阁爱。如是罗陀，与色善坏消灭，那爱就可以尽，爱尽的话就苦就可以尽，苦尽的话，那我说已经所作已作啊，紧尽苦边啊，紧扣得它扣消掉啊。所以佛说此经，以罗陀比丘闻佛所说，欢喜。奉行这段讲的嘛是有来有外的意思。你若外口迄个境界浮掉，啊，你内心你就袂过贪爱啊，哦，就是咧，这针对无欲的例外啊，所以我写伫黑板的，你若对财色名食睡，你若我都好加。哦呼掉还是甲远离掉，安尼你内心你自然你就袂贪爱，啊，这对一个初学的人是一定爱先经过这個，经过这个过程啊。那讲二圣，啊，理性啊，理性就是声闻加缘觉。理性甲大乘无同的所在吼，大乘就是菩萨咯。因个修的方法无同的所在，就是理性就是选择这款吼，这款方法吼，就先更加浮掉，还是讲得更远离掉，安尼你烦恼自然就未生啊。吼，但是大乘的意思唔是安尼。但是意思不是甲远离掉，是碰到境了，未去哦，舍弃，未叫舍弃哦，佮因为知影众生苦，佮帮众生救出来的意思哦，啊，就是家己会当无烦恼，而且佮会当帮众生断这个烦恼的意思，就是无选择远离，但是嘛未去念去，哦，这。大乘菩萨甲声闻哦，因个修的方法无同个所在，就差别伫遮哦。你若讲以烦恼障甲所知障哦，就是二圣，主要就是断烦恼障。啊，菩萨不是，菩萨是吼，烦恼障甲所知障同时断。啊，同时断的理由就是，伊对众生伊话那我都应机。该去烦恼，是安尼。当然，这两款的方法无同。不过，到底是哪一款较好？这有一个次第的哦，袂了讲哪一款较好。其实是你家己爱，我都先断烦恼，才有法度断众生的烦恼。这是重点。所以有一届我问迄、那个，咱这样的汉传的对无？我就问南传的迄出家人，我讲，
我讲啊，恁的经典内底敢有讲到菩萨？伊讲有。因的经典我那讲到菩萨。我讲啊，那恁恁经典内底菩萨主要是强调啥？伊讲哦，阮哦主要拢是强调断烦恼。我讲，我安尼嘛是有，安尼嘛是有影吼。像咱来所知障到烦恼障来的以断烦恼为主，其实就是不管咱是要选择远离，还是要选择不即不离，那嘛是主要要断烦恼，对不？不管咱选择远离修，然后。啊，是讲选择吼，不即不离吼，不即不我不即不离，意思就像莲花吼，出淤泥而不染。我也未去念你，但是哦，我唔是选择远离，或者是甲玷污掉。反正我心都已经清净啊，未念嘛，我都冇得躲。啊，伊个关键拢是伫对，嘛是伫断烦恼，因为是以断烦恼为主。你若家己无多断烦恼吼，你讲要不即不离，迄些是无啥可能，哦。反而是啥？反而是吼不离，但是即，就是念伊啦。有一届我的梦信中，我讲，若是安尼的时，要同时断恶障，甲先断烦恼障来讲吼。哦那菩萨是两边同时断嘛吼，所知啊烦恼就会断吼，啊二圣是主要强调断烦恼障吼。啊那呢，到底咱是以在家新闻修，还是以出家新闻修较好？因为出家就是先选择上远离嘛，对不？就先断烦恼嘛，你再出啊。啊，在家，该先会当同时断二障嘞哈，因为在家会当选择不即不离哈。啊，你该先在家修较好个款嘞哈。但是我跟你讲，你若功夫还未有够以前哦，唔是不即不离是啥？是常即而不离。不是不即不离，是常即而不离，我念念掉，看规工念做伙，安那，人讲缠绵，我都系写你学帮的，睡眠甲缠绵，所以若要选择在家修，会当不即不离的，安尼一定要先经过出家。先经过出家吼，我都离烦恼了啊。安尼你这样我都不即不离，较袂睡眠甲长眠。啊，你道理是安尼无对，道理是行菩萨道不即不离，会当同时断恶障。道理是安尼无对，但是伊修的过程一定要有一个次第。啊！你次第，你若还袂稳定了哦，你要选择安尼哦，我看诶，你是干那理解尔，行你根本都做袂到。所以在家你要选择吼，同时断恶障，哦，好像行菩萨道是安尼做无唔对，但是安尼较好，哦，因为安尼唔免经过初过二过，因为直头吼经过中地二地吼。有人问我看是毋是修行一定要经过初过离过？我讲吼，初过离过是针对二圣讲的，会使毋免经过初过离过，直头经过啥？天地、二地、三地吼，因为方法无够，所以伊个利益吼，安利的迄个名相，我咧无够，会使毋免经过去，但是问题就是讲。你家己烦恼若无除掉哦，你要想菩萨会当同时断恶障哦，这困难真大。
所以在家吼，你若要一下子吼直接跳菩萨界吼，较受影，所以唔是遐好事。哦，在家是先五界了，甲菩萨界吼。所以直跳要跳菩萨界，真正是无遐简单事。出家唔是出家，就是修声闻界吼，先五界啦吼。沙弥界啦，比丘界，啊，这个跳菩萨界吼，哦，这敢那较具足啦，就是讲伊伫咧次第上吼，较完全吼，啊，因此出家菩萨界甲在家菩萨界较寿命无够，哦，较寿命无够吼，出家吼，出家了菩萨界吼，较具足。他具足的是，在家菩萨界，他强调你若卖杀得好吼，有淫，那夫妻的淫也阁比较紧吼。但是出家菩萨界就不是安尼啊，完全就是要无漏、断尽，啊，所以是无共，是无共吼。啊，所以咱若了解这个法是安尼。那一点还是要选择先什么？先把净除掉或把远离掉，然后呢，未亮了吼，再来不计不离，安尼吼，安尼较妥当。啊无吼，你一直咧想讲啊，我就是要当同时断恶障，安尼来修，安尼你会拖足久的，你会很模糊吼。啊，有那时啊是缠绵，但是吼，佮讲心是清，但是。感觉上敢那拢袂清吼，头壳拢荡荡吼，啊，身心拢荡荡吼，身心拢荡荡就是粗重，粗重啊，啊，然后有粗重，佮有漏吼，粗重。是针对咱讲身心劳业的时阵吼的粗重吼，都因为叫劲拖掉的吼，有劲拖掉要脱离，敢那足难的，迄叫做粗重。啊，再来，什么是有漏？也就是咱心有业的时阵吼，伊个产生相应心所。什么看的是相应心所？就因为叫业拖掉啊，叫见色起的时，啊有业相，有业相了，佫产生什么贪嗔痴，这些相应心所出来。啊，有这贪嗔痴的相应心所出来，你就会佫去造业啊。哦，造杀盗淫的这个业，啊，迄款的情形叫做忧恼。这是叫做忧恼的烦恼，好，所以这个身心的心吼，主要是在讲业识，也就是讲业识来的心王，不是心所。这有漏是在讲心所，还讲你啊，就是你还有贪嗔痴的相应心所。一个忧劳，啊，初当主要是咧讲业识，啊个去有这见拖掉的执着，就初当吼。所以今仔日有几下冥想吼，缠绵加睡眠吼，来粗重加有漏烦恼。初重跟有漏烦恼，啊，这块有漏烦恼叫做随烦恼，随什么？随初重而产生的烦恼，叫做随烦恼。那么叫做随。那你唯识学上，那讲随烦恼有几种啊？有三种，一种是小随烦恼，个中随烦恼，就是啥？
大水患了，有吗？哦，你若有个为事的，你得有这个水烦恼的相应心所冒出来。水烦恼的水出众而起的烦恼，一个水烦恼。水咱的劫脱未开，啊脱未开了后，佫有一挂甲心王相应的心所造出来，贪嗔痴心所造出来。哦，或者是人讲无惭无愧心所啊，或者是迄个啥？放逸懈怠，啊，这东西，啊，这东西一挂，啊，随出众出来的相应心所，有漏烦恼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三百，哎，再来看三十八页啊。一百二五经啊，如是我闻一时，佛住摩拘罗山啊。那当时有四者比丘，名曰罗陀。王毅佛所起手礼足，退奏一面白佛说：“善哉，世尊，为我略说法要。我闻法已，我当独一静处，啊，专心思维，不放逸。所以足信子剃除宾华，剃除虚华，身着染衣。”这染衣吼，不是有染的衫，是加用作较歹的色，无爱上鲜艳，会叫做身着染衣。像阮出嫁了，穿的迄个衫的色就足简较简单吼，袂花花绿绿安尼，叫做身着。有腻过吼，腻过歹的色吼，迄个身着染衣。这个足信子就是佛住啦哈，足信子就是佛住啊。啊，可以正信出非家出家学道，增加精进，修诸患恩，而能够见法自知作证，而我身已济，患恩已利，所作已作，自知。不受后有，啊，这是一个比丘，这罗陀哈，伊甲佛德讲伊的心得啊。佛德在世的时阵哦，拢常常会，和地主吼，每一礼拜吼，拢会叫地主起来讲伊的心得。啊，这个敢那哦，这个罗陀比丘伊的心得。啊，尔时世尊就告这个罗陀说：“善哉，罗陀，人与佛前问如是意啊。”问如是意啊。谛听，善师当为你说啊。罗陀，当知有生，有生极，有生灭。有生灭道机，有生这是苦地，有生极这是极地，